看到巨萌子母子母惊喜现身安平码头，不管白天夜晚都萌翻天，让迪士尼粉大声尖叫。喜欢那个女生的唐老爷。一颗颗圆形充气 Disney 角色叠叠乐，由米奇、米妮领军，高飞狗、布鲁托、奇奇弟弟等角色，通通成了超可爱的子母子母。吊挂车吊挂，初步定位，晚间投射灯光，为接下来的开幕典礼暖身。下的时候蛮好看的。迪士尼庆典，米奇与好朋友雀游台南，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，将在安平港油气码头热闹展开。周边还有一系列主题拍照区，要让民众拍照拍到手软。欢迎大家利用时间来到台南，来看我们这个在台湾哦现在唯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装置。迪士尼装置艺术，超级放大版的气球公仔，路过抢先看，虏获粉丝的心。观旅局也欢迎各地游客来这边跟迪士尼子母子母欢度中秋。华视新闻刘汉生台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